上一课作业呢，大部分老师的话都不错，有好几个老师哈、都交作业了，有一部分老师呢，哎呀，始终没有见到你的画是吧？也可能你很忙，你看陈老师啊，陈林娟、李老师，还有罗简罗老师，乔老师，很多霍老师、于老师，陈林老师、严老师。都交了啊，交作业了。我觉得我希望，每个老师呢都能，动动手啊，练习练习。有的老师呢，甚至画了好几张啊，画了好几张。咱们的昨天那个上一节课作业呢是，有一部分老师呢画了还真的不错啊。因为上节课作业是这样的哈，水墨酣畅淋漓。那这个画呢就是要。掌握住这个时间和速度，就是有时候呢是趁它没有干得画，有的地方呢是趁它将干未干的时候画，这个时候就是你多练习以后呢，你就知道这个我什么时间画出来这个效果是什么样子的。如果你不去尝试的话呢，你不知道这个多长时间啊将干未干时候画的时候是什么效果。还有就是说干了没有干时候去画是什么效果，这个都需要去亲自的去尝试啊。乔老师说了那个房子不太好画是吧，这个房子呢是墨骨画法啊，水比较大啊，所以你画这个墨骨画法呢就是先还是你看啊，还是这样用笔啊，你看侧锋把房子的这个形状房顶给它画出来啊，也还是什么呀，你看一笔一笔就叠加了这个用笔方式啊，叠加了用笔方式，然后呢哎它的这个什么门窗啊，这是它的门，就是有时候呢也就是让它阴啊，就是让它阴阴阴的效果才能有这个哎，你看可以叠加啊，叠加，你看它现在往外阴嘛啊，往外阴，然后上面再画一个房顶，这个时候你可以笔尖上再蘸点墨。我现在是笔上水分也有啊，所以为啥让你练以后呢，你就知道这个水应该用多少啊，应该用多少就是比较合适。如果你不尝试的话，那可能就不知道这个水到底用多少啊，就比较合适。你看这是另外一个房顶，是这样的，然后呢这边还可以，你看啊还可以，然后你看我这样是用这个中锋钩的吧，然后到这边我可以哎我又摁下去了，你看啊这样错开得有白啊，得有白，你看这又是一个房顶，然后到下面呢我还可以用一个房顶。你大家可以从这上面可以看到我的水气特别大啊，这下面还是一个房顶可以。你画的时候你要中间留点这个房子与房子之间呢稍微有空一点白，因为它要阴嘛，画这种墨骨画呢就是稍微要空下，中间留有余地。你看它这又是一个房顶啊，就是几块黑嘛，几块黑完了以后呢，这边呢就是上节课我们画了这个，我把这个房子哈又给它画一下，这样一个小房顶，并且呢墨色呢没那么淡啊，没那么重，不是淡啊，哎就这种，然后呢它这个下面就是有一个这个这个路啊，你看这样把它这个这样给它，这个都没那么高了啊，这个房子就很低了，你看啊，就是错开位置，你看这儿可以来点淡墨，为啥呢，这两块墨都比较重了，你这块的不能太重了，浓淡相宜啊。其实这个就这个水墨的这种墨骨画法呢，就是才能
充分的能体现出这个什么呀，就这个宣纸的这个最大化的利用起来了啊。你看这是上帝给的房子哈，是这样的一个，乔老师可能是这个房子水啊或者是墨啊用的多呀，什么印的太狠了，也可能就是你呢，你这个后面这个后面那个远山呢有点湿了，还没有干，没有，你得让它稍微吸收一会儿，然后再去画，或者你先画房子，都可以，但是你得有个尺度。还有就是小树，这个小树啊是这样的，也是整个这个画哈，我画的时候呢，都是觉得这个水啊，就是毛笔里面水都比较多啊。你看这个小树是这样的哈。然后上面，哎，你这个就开始分叉了，分叉要拉下来，拉起来。我看老师们画那个树，柳，因为这是柳树嘛，拉起来的这个不长啊，拉起来，因为这棵树它有个近处这个树呢比较长啊，你看拉长一点。颜色呢基本上都差不多啊，有些可能是用了稍微淡一点。这个树是摁下去，用中锋这样摁下去啊，你比如摁下去，这样去画的啊。这是上节课的，就是难点呢可能就是掌握这个时间，就是哪个地方是它快干的时候画，哪个地方是趁湿画，就是难点就在这儿。实际上也是要多加练习啊，多加练习。然后咱们这节课呢再画一下，因为其实咱们这学期也是在尝试啊，在尝试让大家那个充分的去了解这个宣纸、墨和这个水它们之间的这个关系，就是说还有这个时间啊，时间。什么时间画什么，什么时间画什么，都比较那啥啊。我们现在再画一幅，这幅呢是就是也是颜色为主啊，因为咱们这学期呢主要是以颜色哈，咱们前几个学期呢都是以墨哈，把墨呢也充分的就了解了，但是这个颜色呢可能稍微有点那什么哈。我现在用颜色画啊，先用颜色画。还是秋景啊，还是秋景。我用什么呢？我用藤黄。我会用到藤黄啊，花青，还有头绿，还有石绿，当然还有墨哈。我先把这个藤黄给调出来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呢，应该也用点白色。你要用点白色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黄颜色，如果你光单纯的去用它呀，确实是太焦了。有时候没不想让它太焦的，你可以加点白色。有时候咱画牡丹花的时候都是哈，你看就把它的这个纯度，我们加进去这个颜色哈，就是你要是不想让它太亮。不想让它太纯，那你就要加进去点颜色。你比如像这个黄颜色，我不想让它太亮，我想让它就纯度也不要太高，我可以加进点这个白色，然后呢我可以再加进点这个什么呀，朱标，就不需要它太的。你看这颜色都调和在一起了啊，我现在开始我调多一点，因为我要用的可多，我要调多一点。这三个颜色啊。